阿弥陀佛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，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，今天是第679集的播出，又是一天的早上了。今天是西雅图的时间，礼拜几啊？礼拜四的清晨，你们是亚洲地区是礼拜四的晚上了。好，节目开始，为大家播放的是师尊文集摘自孤影的对话，故事一炉香。晚一点，我们有重大的事情要跟大家报告跟宣布哦。我们来唱《故事一炉香》，祈请根本传承大加持。故事一炉香，一炉香。故事是如何的故，恐怕连佛像也无。就算是还有一个铁铸的香炉、茶香的人，也算糊涂。故事是如何的故，恐怕连佛像也无。就算是还有一个铁铸的香炉、茶香的人，也算糊涂。我平时我思我佛，像这样子我不。这里待的人全归一配土，修香的人也一样死。我平时我思我佛，像这样子我不。这里待的人全归一配土，修香的人也一样死。你问一知，我觉一知，大叫一声真如啊真如。你问一知，我觉一知，大叫一声真如啊真如。故事一炉香，一炉香。故事是如何的故，恐怕连佛像也无。就算是还有一个铁铸的香炉、茶香的人，也算糊涂。故事是如何的故？恐怕连佛像也无，就算是还有一个铁铸的香炉、茶香的人，也算糊涂。我平时无私无佛，像这样子我不。这里待的人全归一配土，修香的人也一样死。我平时我思我佛，我想这样子我不。这里待的人全归一配土，修香的人也一样死。你问一知，我觉一知，大叫一声真如啊真如。你问一知，我觉一知。大叫一声真如啊真如，古寺一炉香，历代无人秀。这是一首禅宗的诗，非常的深奥，告诉你这万事万物的道理是什么。我们多多唱，希望祈请根本传承加持，让我们有一天也能够开悟这个偈里面的意思。我们现在邀请现场所有的人来做网络的直播分享，希望把这个我们的讯息分享在网络，你可以贴在脸书或社团，也祈请根本传承大加持。故事一炉香，一炉香。故事是如何的故，恐怕连佛像也无。就算是还有
一个铁铸的线路插向的人也算糊涂。故事是如何的古，恐怕的佛像也无。就算是还有一个铁铸的线路插向的人也算糊涂。我的是无私无佛无相，这样祖父这里待的人全归一配图，修行的人也一样死。我的是无私无佛无相，这样祖父这里待的人全归一配图，修行的人也一样死。你问一尺，我却一指，大叫一声真如啊真如。你问一尺，我却一指，大叫一声真如啊真如。故事一路香一路香，故事是如何的苦，恐怕连佛像也无。就算是还有一个铁铸的香炉插香的人也算糊涂。故事是如何的苦，恐怕连佛像也无。就算是还有一个铁铸的香炉插香的人也算糊涂。我的是无知无佛无相，这样子无不无，这里待的人全归一类图，修行的人也一样子。我的是无知无佛无相，这样子无不无，这里待的人全归一配图，修行的人也一样子。你问一尺，我却一指，大叫一声真如啊真如。你问一尺，我却一指，大叫一声真如啊真如。把可爱的音乐关掉。大家好，这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，今天是第679集的播出。现在人呢慢慢上来了，等大家到齐之后呢，有一件事情，关于这次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，还有这个我们最后的决定呢会跟大家报告啊。我看看现场哪些同学上来了， Esther 变成 NRO 水莲啊，还有这个怡宝的俊雄丹地带，我要回复你哦，等一下我们联络。许慧玉啊，郑雅珍，梁文琪，红豆汤，红豆汤的功课的，谢谢啊。看看现在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人念了这个就瘟疫度母咒。好 ，Annie Dio， 谢谢你每次都分享哦。洪春义说这个诗很有意境。张登云，傅妈妈的功课就和信于正红妈一辈寻求令命命救哦哦，空金中中金中对不对？嘿，那个你之前网络上跟我留言的东西，我已经在准备了哦，我们再联络。甘凤丽还有 Li Bng 小 Jacky。薛英、薛志聪啊 ，John Foggy、洪春玉、薛玲玲、Man Gua Ling， 还有 Sally Go、陈宣荣、李爱丽啊，H Go Hyung、黄传义啊，桂花俊、郑慧芳，还有万百八、阿 Ben Ling 哦，康师姐你好，下礼拜我回台湾，我们再联络，你的东西我会交给你，我好像还兼邮差。Komira 吴秋玉、Eileen Sen。哦，苏先生你好，哇，已经今天已经大家都上来的很快，90几位了。Josephine Yan、王国慧，还有陈林珍、寇丽丽、以心亮亮，这个
中国那方面已经比较不希望大家叫它武汉肺炎，所以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嘛，就给它这个一个名字叫新型冠状肺炎好了，新冠肺炎好了。那有个英文名字，什么 CON 什么 VID 啊什么，那个呢？大家看的，我不知道你们看的习惯吗？我这里我们新闻台就叫新冠肺炎，反正大家知道就好，新型冠状肺炎啊。张素珠、Diamond、Lisa Lin 啊、Colili，谢谢你的功课。邱金炯啊，还有 Hong Lo，那个邱金炯，如果我一忙没有跟你联络的话，你麻烦提醒我一下。Hong Lo、水莲啊、Diamond，还有佩文啊，你好那先跟大家报告上一集同门的留言，我的留言是这个，看看这里另外这个手机在充电。好，上一集同学的留言讲到瑞哲俊哦，有位画家想要画师尊，对不对？上一集我们讲到说有一位画家他想要画师尊，然后画不到，结果呢师尊给他梦师，变成师尊，变成非常的多的师尊，让他画不出来哦。原来他说原来要画师尊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哦。好，刚锋利，外在的容貌容易化，内在的神韵跟智慧就不用笔来表达了。好，Jenny Dan 哦，燃灯可以做坛城，哦，我是说燃灯杂志啊。昨天我说，万一你外出不方便的话，燃灯杂志上面有师尊的像哦。燃灯杂志你们有没有看？也一定要护持哦。除了真火报，燃灯杂志也要护持哦。这个像一张法像。这个也可以做坛城的哦，这个是方便大家了。当然，你如果能力有急的话，可急的话，还是做那个有金身的坛城 Lisa 居然还有要保持心情平和愉快，可以增加免疫力。我现在是蛮紧张的，从昨天一直紧张到现在。哎呦，Diamond，还有干锋利，哇，今天我这次111位了，谢谢哦，Kevin On，哇，大家到齐的蛮快的嘞，那我要不要提早宣布啊？瑞秋俊啊，莲花加珍的功课，May Lotus 啊，Rainbow Lotus 你好，Libby NG 啊，那 Diamond 雨欣哦，对，新冠状病毒就好了，多一个字啦，没关系啦，Lisa Lin 啊，谢谢你的功课，那就是说，这次的新冠病毒，新型冠状病毒哦，那个。非同小可。现在网络上大家沸沸扬扬的，专家讲什么时候会结束，请你用智慧判断，没有那么顺哦，没有像 SARS 那么顺哦。他们昨天有在讨论，刚刚吃的早餐呢，喉咙有点痰，喝一口水。他们，我昨天有听到他们几个在讨论哦，新型冠，以前那个 SARS 对不对？SARS 哦，那个好像出现了一下子，大概一个月还是多久？然后好像他们说遇到夏天就没有，其实是我们生活中发起了大规模的回向啊，包括腰子、筋膜的回向，所以才会那么快哦，不一定是那个夏天。那这次的这个病毒哦，这个夏天热的哦，它还是很难灭掉的哦，会灭掉几成不知道但是呢，没有像上次的那么顺利哦，所以那个专家预计的日期都还不知道啊，所以现在还是在这个初期的，你说现在已经多少多少？都还是在初期的，到时候会怎么样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所以呢，生活中哦，官方生活中的 TBSN 官方网站发起的，请大家持这个救瘟疫度母咒。如果你是体质差的，容易感冒体质的，我告诉你，至少念100万遍，100万遍你跑不掉，免得说将来。发生的变化，我不敢讲得太恐怖，万一发生的变化，你会来不及哦。现在就开始念，那
所以你们自己看自己的身体的体质是什么样。哎，我是预计这样子，你可以从1万遍开始念，10万遍、20万遍，一直累积。那我们正佛天空新闻台呢？哎，等一下读书会直播完结束之后呢，我们会发一个公告。这公告我们已经拟好了。昨天一个晚上啊，美国时间一个晚上哦，我们已经有大概将近30位干部发起，我们自己的干部就已经要发愿念100万遍的救瘟疫度母的咒哦。这个你念这个咒，不是只有回向这整个疫情啊，是保护你全家，大大小小。保护你全家！你们现在这个好像新闻说啊，那个什么酒精消毒、漂白水、口罩什么什么，可是呢，这个东西有无形的瘟神，有无形的共业。你们除了有形的去做准备，无形的也要做准备，还有有形的，其实要做准备的东西哦，还不止这些。可是呢，讲出去。怕会引起一些动荡，我也不敢讲太多。但是呢，我现在提醒的是无形的，你们要赶快做准备了。嘿，至少你如果是那种很容易感冒的、很容易生病的体质的，好像人家一感冒你就受传染的，或者一天到晚熬夜的，或者免疫力特别差的这些人，我告诉你，你救瘟疫度母吼。最好是念满100万遍，嘿，至少护佑保护你全家。那你如果很忙，至少也要10万遍，嘿，这个是无形的方面。然后呢，也回向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社会、我们的全球哦，这个大家的这个疫情能够平和。希望我们中内的或者。甚至于推广到中外的，人机几机，人力几力的哦，大家能够一起团结起来，希望能够也像上一次 SARS 的疫情哦，把它用共同的力量来回向。虽然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共业哦，那你说师尊怎么讲？大家都想知道师尊怎么讲？师尊说他不要讲，记住哦，师尊讲他不要讲哦，那你们自己去猜了。为什么师尊讲？他有没有算有？哎，但是他说他不要讲。哎，那你看看礼拜六师尊会不会跟大家开示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我们是非常的紧张，所以呢，正佛天空新闻台今天晚上，哎，等一下就会发布一个公告哦。那我们这个公告的方式就是。你看，你先发愿几遍哦？我个人是发愿10万遍，有人发愿1万的，有3万的，有几万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发愿哦，那数量也不用太多。在第一期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你们所发愿的功课我们会贴个公告。然后呢，大家在今天晚上读书会直播完哦。直播完之后，我贴的这个公告，你们赶快贴，你们自己发愿要念，就是光这个救瘟疫度母的咒要多少遍哦？你要发愿1万遍也好，2万、3万、10万也可以。然后呢，这个阶段做的功课，我目前有28位，嘿，如果我们累积到100位，反正呢，在这个星期天的中午，这个星期天中午12点，我们就截止了。那比如说，我们累积了大概100个名单，我这个名单会列印出来，给师尊亲自加持。你们愿意发愿哦，回向给这个新冠肺炎的哦，也回向这个全球的，或者回向自己自身的都没有关系。回向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赶快消除，赶快护佑你们全家平安。那无形的我已经告诉你了，有形的你们自己想办法。赶快去做准备，嘿嘿，我已经告诉我家里的，多准备一些粮食，呵呵，哦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个讯息要赶快跟大家报告了哦。好，又没来这个功课，谢谢你的功课哦。那你们平常做的功课还是继续贴，嘿，只是等一下要贴的那个。公告呢，大家如果要发愿做功课的，你们这些资料。
嘿，最后呢，我们会跟师尊报告，然后请师尊加持。不但加持了这功课，我们直接要护持官方网站，直接呢代表中国天空新闻台，对不对？诶，到时候可能100万、200万、300万这些功课，我们直接就送到官网去登记了。那如果你自己要护持官网个别登记，我觉得也是可以。就是说，这代表我们中国天空新闻台的一个心意。那个，我们会有第一期的发愿，那将来可能过20天还是30天有第二期的发愿哦，一直要做到这个疫情完全消除，嘿，这个活动才会停止。所以呢，这个抛砖引玉，还有希望各个道场，也这个，如果你们听到我今天的广播。各个道场，你们同修就要开始念这个救瘟疫度母的咒了。要念，你看西雅图都念108遍，那你怎么样？你们道场赶快没有求灌顶的，赶快写信啊，个人或道场或同修会写信到这个回信中心17110 Northeast 40th Court Raymond WA 98052 USA。给中委会祈请师尊摇冠顶，嘿，你要传真也可以，但是可以附上你的那个供养的，因为你也不要空求嘛，对不对？那中委会回信中心会统计会祈请师尊帮你们摇冠加持，嘿，好，这个就是非常重大的讯息，大家全体落实。做无形的准备，有形的你们已经准备很多，可是呢，有无形的大家都目前都还很忽略哦，这个无形的，而且这个请大家一定要告诉大家，赶快念救瘟疫度母的咒，因为中委会已经公布了，然后呢，官网也已经公布了，在呼吁了，从大家大大小小个人到道场、同修会、分堂什么的。你们都要做无形的准备，然后平常要多做披甲护身，要守护自身的安全，因为那个平常不做功课的没空，很忙。这个你也知道，这次的疫情一下子就呼吸没呼吸了，就死掉了。除非你已经也不能这样讲至少你家里的全家的安全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，你全家大大小小，父母啊、子女啊、兄弟姐妹啊，全家也是要顾好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呢，你全家的人，尽量要让他念哦。那我们等一下的贴文，把那个影片啊什么都会 po 上来，让大家用，嘿，大家来念这个咒。你可以先念，然后呢，挑个有空的时间，赶快。写信到回信中心哦，可以先念没有关系，然后反正你要求灌顶嘛，你再去写信到回信中心。现在赶快要准备念的，好，哇，这个是跟大家讲的哦，可以先念发愿真的要做到，对，你们发愿要念的，你一定要做到，因为你这个是对活菩萨发愿的，不是我要50万遍，但是一天只念10遍，那个没有用，你发愿的要做到，所以呢。你要发愿，你能够做到的范围。那你说上次我先十万遍，可是我想念50万遍分批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这第一梯的是大概20天到30天，我预计然后呢，等到那个这批的做完之后，第二批的第二期的在20、30天之后，可能会再发布公告。到时候看疫情怎么样，我们会可能会有第二梯次、第三梯次的，每一梯次的都会祈请师尊为大家加持。你们说好吗？那如果你们自己要跟官网，对，你们自己如果已经跟官网这个贴功课的那比如说你已经在官网贴了3000遍，对不对？你在这里3000遍就不算我们这边的，你要重新再念，因为这边是。发愿的，不要跟官网的重复，因为我们这边的功课最后也是会交给官网的。你官网也贴，你这里也贴，功课重复了，那我们这个在整个总统计就会不准。所以呢，你们这个自己只能选择一样，两个都可以，反正是护持
大家团结的力量哈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王国会你好，哦，已经买了双年境界，还没有到那里啊。哦，你报名10万哈，这个等一下贴文一贴出来哦，我们有28位，那你们资料如果要更正的话哈，已经有编号的，你们可以告诉我们那个留言说你是编号第几号，然后你是编号第几号，然后你的功课是应该是多少正确的号码哈。好，罗丽华已经要多练一点历史。好，薛亚芳、甘波丽人数上升，Diamond 的功课，Lisa John KCN 已经季节性这个已经不是季节性的，这个你去看新闻，专家有讲，就算天气热了，还是会有，不然新加坡那么热。为什么现在已经50位了？嘿，其实印尼也有，马来西亚也有，那种热带国家为什么有？它不是怕天气热，你放心好了。Kevin Ong 啊，雍方券啊，Jessica Chan，就大家一起作战了。宫崎阳你好，Melodus 哦，功课谢谢。还有这个Marjorie Ma，好，东汉你好，Katie Brana Danmai Moy 啊。好，林玉珍，上面的人如果漏掉念你的名字，同等的欢迎你。好，还有，哇，这个名字好多哇，一直在念哦。叶文玲，QQ 念，请问上师师姐直播过法幡，有算过摇卦吗？什么叫做直播过法幡？那个我不知道你这个什么意思啊？面国念啊，新加坡已经58个案例，我听说新加坡已经有些道场同修已经把门关起来了，就是怕感染，所以就因为这个传播得很快哦，又没来哦，你已经摇惯了，每天都在吃哦，好，加油中，好，寻求令啊，Jenny's John 啊，就会一旦运双，7岁的德成，每天这个在上学在车上都有念，对哦，除了你们有形的防护，无形的更重要，希望我们的弟子平平安安出门，健健康康，回来都非常的平安。而且这个咒，我念了之后，那个法流的灌顶真的很强很强。昨天有一个人在我们当中好像感冒生病，回来好像快要中了一样，也是有点怪怪的，喉咙怪怪的。结果一念这个咒，法流灌顶很强，所以这个如果你是易感冒的体质，你更要念这个咒。City Go 你好，还有面瓜令就问一度母当漏了，现在24小时，赶快念了。好，陈丽珍，富生你好，乙辛，你乙辛，你先从10000遍开始准备，10000遍一下子不用那么多，吴秀吉，谢谢你的功课。洪维峰、日学剧没有帮忙念，就觉得自己很自私。好，就森林蛋，谢谢。还有，Loco Gioli 莲花热力等等，你们好。还没摇罐的，你们可以先念。现在这个读书会直播完，你们就可以赶快先念。然后呢，天亮了，赶快写信到回信中心来祈求摇罐哦。好，David 蛋你好，还有 Jason Lin，上次刚讲到疫情如何，没听到，请看重播。我不能一直在讲，因为等一下要讲书哦，就要回六哦。好，一零一啊，Jenny Jo Asia New，还有明白收到，Lisa Jane，世间发生种种事，人为共业的影响，一同用心去改造，多念经咒去调和自己本身，心术上免疫力也能够增强。好，就是这样，薛亚芳、洪维峰，好，那就是你们现在平常练的功课就是平常的啦哦。那等一下贴文会让大家发愿来统计了。已经不是新加坡不是很干净，为什么会得到这个？可能台湾中国还是哪里？反正旅客很多就是这样。好，先给你点下新灯法会这位直播好，吴秀吉，这个不是只有加持而已哦，你自己平常都要防护好，林秀英啊，你们发愿10万变得很好。等一下，我贴文，新的贴文贴上来，你们在新的贴文再赶快把它贴上去，因为要做统计，到礼拜天，然后呢，
每天都会公告哦，大家登记的人，然后，如果你还没有登记的，你还没有登记的，请你赶快啊，就说 My Richard Jean，因为呢，最后我要离开之前，离开西雅图之前，会把我们的名单给师尊再做一次加持，Vogan 哦，你要10,000遍，能力所及哦，好，嘿，谢谢你哦，等一下我们新的贴文一贴上来，你们赶快贴上去哦。李小娟啊，愿意，嘿，我是报名10,000遍的啦。好，那今天呢，跟大家介绍指引一条明路，莲花童子这个今生三变啊，莲花童子今生三现啊，三次出现。那有一家人呢，他们住在中美洲，美国的在南部，对不对？中美洲以前讲过，中美洲的国家莫瓜萨红尼哥巴，为什么？这个墨西哥的墨瓜呵呵变成红了，你就把它割下来。我是以前读书的时候这样念：墨瓜萨红尼哥巴，墨西哥、瓜地马拉、萨尔瓦多、洪都拉斯、尼加拉瓜、哥斯达黎加、巴西，从美洲的国家背起来了。莫瓜萨红尼哥巴，好，这个弟子的一家人住在这个中美洲，全家都皈依了师尊。师尊的心咒，上师心咒，长咒短咒背得滚瓜烂熟，一直想要供奉师尊的金身。可师尊金身呢，最早的是慈像，如果从台湾运到中美洲，慈像恐怕破裂。那有铜像的、铜的呢，也不知道谁在制作。那有这个唐卡，听说尼泊尔有唐卡，他想数量也很有限。那个，又有说哪里有在做，哪里有在做，好像又有，好像又没有，又听说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，一直在找莲花童子的今生，全家焦头烂额。好，就是他这个故事要供奉莲花童子的今生，尤其是西方三圣的像，非常非常容易请。他们到艺品店去问你们那个有没有莲花童子的像，老板说我们有西方三圣，有观音，有阿弥陀佛，有地藏菩萨、文殊菩萨，没听过什么叫做莲花童子。哦，这个是真佛宗特有的，哇，他们头都大了，老板笑。那他那个老板问他们说：“你们吃到莲花童子有什么特征？”那个买的说：“啊，我们也不知道莲花童子有什么特征。”老板就笑了，说：“哈哈，你们都不知道有什么特征，那我怎么找？”那个卖艺品店的老板哦，他有这个白玉的，有铜的，有各种宝石的佛像，对不对？有木雕的，有瓷雕的。这个花瓶、佛像、神像、家具一大堆，尤其是在国外哦，中美洲或者他们很喜欢收集中国的古董，甚至于坟墓的狮子，人家神主牌，把它当这个西方人呐，都很喜欢把它当做装饰品一样的哇。然后呢，这个中国古代药铺放药的药罐。中国的古屏风、太师椅、古床、夜尿壶，什么都有，应有尽有。还有各种的文物雕像，有佛像，有四大天王像。那这个老板是收集了很多，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莲花童子的今生长什么样子。为什么不去官网看？网络都有嘛，淘宝网。雅虎奇摩拍卖，他讲什么都卖，什么也不奇怪，对不对？反正呢，可能那个时候网络没有那么发达吧。不过呢，这一批人呢，就是有一天他们呢，经过了一家艺品店，这个小儿子一看，看到艺品店里面居然有放光，啪，金光闪闪，光影中出现了莲生活佛卢师尊，哇！这儿子跟爸妈讲。爸妈，我看到金光有莲花童子卢师尊，爸妈呢不信。第二次又经过这个艺品店，啪，又一次金光闪闪，金光闪闪里面居然有我们的师尊的像。他的儿子跟爸爸妈妈讲，爸爸妈妈，哦，又看到卢师尊，爸爸妈妈仍然不信。到了第三次经过那家艺品店，啪，
又放了金光，金光里面又出现了卢师尊，这下子父母不得不信了，因为连续3次都放光，这父母呢就跑去这个艺品店，老板老板，我们要跟你买莲花童子净身，你还说没有？哎，那个老板说，哦，就是没有啊，不然你自己去找啊。结果呢，他这个，哎，这个什么，哎，这个什么什么。天涯海角无觅处，对不对？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是不是？反正呢，居然在老板的收银柜台那边就有5寸高的莲花童子的金身，而且还放着3尊。他们说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老板说啊，莲花童子长这样子哦，知道了，我也不知道啊。这个人家在卖，我就请来呢，我就摆在这里。哎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是莲花童子金身，嘿嘿，这个老板还没有看过，对不对？原来莲花童子居然就在那家艺品店，哇！莲花童子反扣手的，哇！这个同门全家大叫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非常的开心。那老板说：“我也弄不清楚，莲花童子以为是地藏王菩萨就找回来了。”好，这个莲花大咒的坛城终于一切都圆满了哦。所以呢，你们家里是不是都有供啊？你们的坛城的祖尊供的是谁哦？那我们正佛宗弟子坛城的正中央一定是师尊。上面可以供奉瑶池金母，两边菩萨在外围是护法，在下面是财神，或者天龙八部，嘿，可以这样子供奉，就是一个完整的、非常的完整的坛城。如果你家真的不方便的话，供一张师尊的像，每次修法都观想师尊的像里面走出来很多活菩萨，走出来西雅图雷藏寺的坛城，台湾雷藏寺的坛城也可以。这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哦，可以这样子。如果你能力所及，你就尽量把坛城做得庄严，因为坛城是万德交归之处，让你乐于久坐。希望你看到那个坛城很庄严，喜欢坐在那边看佛像，然后修法。哦，那也有供养的心意，也可以守护你家平安。尤其是现在新冠肺炎猖獗，大家的坛城要好好的供奉。我们来看同门的留言了，哇，娟曼蒂，上次好，高雄佛光山区居然怎么样，做了一个莲花童子灯，一个小和尚，结莲花童子手印，哇，好棒哦，林子莹。谢直播分享疫情，听得心凉，心惊肉跳，就瘟疫就赶快开始念啊，先发愿念5万遍哦。好，等一下记得贴上来哦，我的新的贴文啊，好，记得等一下再贴一次。妈杰尼玛聚宝盆真的很好，没有发财，只是正财跟贵人相助啊。好，陈金发，还有这个谁哇？陈林真，谢谢你的功课，LBNG。法师过年去西雅图交代瑶冠了哦，那就为度母心咒已经开始念了。好，大家努力。林伟展是巴拿马，不是巴西。嘿，哦，巴拿马哦，最后是巴拿马，因为是莫瓜萨红尼哥巴，对不起哦，那个是巴拿马，最后是巴拿马，这下面才是那个巴西的哦，对不对哦？谢谢更正啊。Any John，报名1万遍，好，那个谁，林勋旺，手机卡卡的，要关机再重开了。许慧玉，那里很多中国人在那里谋生，嘿，对呀，吼，但是大家都是华人呐，华人应该是一家，只是他散落在不同的地方，大家都是人，都是众生呐，其实最后都是没有分的啊。好，傅师姐啊，廖师姐，好，燕妮师姐。李家娟啊，上次责任重大，辛苦，好，大家一起加油，好，不跟康师姐先发愿了，好，谢谢大家哦，好，King NG，来，我们一起来集气回向师尊，愿我们师尊常住世间，常转法轮，希望我们师尊长命百岁，才能够帮我们解救这次的疫情。我相信师尊也很担心啊，每天都在关心疫情怎么样。
我们回向给伟大的师尊了。南无华光自在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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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华光自在，南无华光自在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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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以最虔诚的心回向根本传上师，愿师尊常住世间，常转法轮，无住涅槃。师尊，你的健康，你的平安，是我们众生的福气幸福。愿你长命百岁。没有，刚刚突然有点敏感啊。好，没事的了。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解脱道口诀，师尊签书的这本书，你们一定要看。本尊法口诀第三，那在师尊讲到本尊法口诀之前，师尊讲了一个故事，阿舍世王的故事。以前呢，关于阿舍世王的故事，我是看卡通，可能显教的卡通，意思是说，在以前古印度，他国王阿舍世因为听到人家谣言，讲他的过去世是一位仙人，然后呢，这个因为某种原因，过去是被他的爸爸，这个他的爸爸杀了。那这个仙人转世成这个儿子，那就是有杀身之仇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有人谣传说，你爸爸本来在你小的时候就要把你杀掉，后来一直养到现在，因为这样子他听信谣言，后来把他父亲关起来。那他的父亲在监狱，就是后来活活的饿死。那妈妈呢？爸爸妈妈因为虔诚信佛，后来念佛往生。爸爸念佛往生的故事哦，这是以前我看到的卡通，嘿，好像是在阿弥陀佛的那个那个相关的经典里面有。那师尊讲的是后半段，阿舍世王为了这个已经是杀父的业障了。业障很重，非常的重。后来他是有真心的忏悔，不然杀父杀母是忤逆之罪，是很难救的。那阿舍世王呢，他要灭除这个罪业，所以这个文章里面讲本尊法口诀之三，阿舍世王为了要排除他的业障，他准备了一批价值连城的布，要来供养谁？文殊师利菩萨。但是文殊师利菩萨啪不见了，这个东西要供养你，但是菩萨天上天下，这个其实他财富已经无数了，他要接受我们的供养，是怜悯我们，你才人间认为最珍贵的，可是在天上哪里能够比得上天上的无比的尊贵，你说对吗？所以呢，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就屁股就不见了。国王在这个虚空中听到文殊师利菩萨讲一句话，然后文殊菩萨讲，如果你要看到谁，你就供养他这匹布就好了。文殊师利菩萨这样讲，屁股就不见了。于是国王又看到谁呢？智吉祥菩萨，阿罗汉菩萨。阿罗汉要供养这个布，哇，这几尊阿罗汉菩萨，噗，也不见了。他们讲，我们无功，
不能受供养。然后娃娃就走了。等一下呢，国王又想把这个珍贵的布供养给500比丘，500比丘，又不见了。要供养给自己的王后啊，他因为之前文殊师利菩萨交代，只要供养你能够看见的众生就可以。他要供养给自己的王后，王后也不见了，大家都不见了，怎么办？只好供养自己，披到自己身上，哇，自己也不见了，怎么有这么奇怪的事情？哦，而且他只听到请供养所见之身，自己看见的这个身。可是披到自己身上也是不见了，哇！阿舍世王自己不见了。这时候，文殊师利菩萨在虚空中跟他讲：“远离一切的色相，诸色亦无所见。”所有的色相，这个色不是好色的色，是指万事万物的相，男的相，女的相，大人的相，小孩子的相，房子、汽车。这个都万事万物物质世界所有的相都是这种色相，远离这些色相，远离一切诸色亦无所见，毕竟是空幻的。就算是这次的疫情再怎么样的变化，但是最后毕竟也是空幻的。虽然刚刚讲的稍微有点紧张，但是呢，看到师尊的文章要讲说这个呢。在以第一谛来讲，根本实无所有；但是呢，以俗谛来讲，我们尽可能做准备，也不要因为这样子的事情的变化，大家共业的变化而变得非常的紧张、慌张。我觉得也不需要。嘿，你是一个学佛的人，心也是要踏实，也是要知道说这些事情，是因为共业做好准备就好了。那其他的呢，也是还要进入第一谛啊，进入到毕竟的空境，才能够自己身心的解脱。所以呢，非空非有啊，行中观两个都要去兼顾了。好，于是阿舍世王因为这样子，就刹那之间有了证悟。这段经文居然是修本尊法的大口诀。那阿舍世王是布施的人，布呢？哈，这一匹布是布施的物，对不对？那接受的人是布施的众生，给的众生。但是呢，在这段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三轮体空，没有布施者，没有布施的东西，没有布施的对象。那你修禅、修本尊也是一样哦。最后呢，毕竟是无所得。没有禅定的人，没有禅定的东西，也没有禅定的对象。嘿，那文殊菩萨就讲：佛陀出有坏，了知诸法无生如虚空，无法被污染，无生这些东西本来就没有，对不对？我是现在55岁，55年之前的莲花慧君根本就没有，我往生的也没有。所以这只是一段因缘而已，所以无生根本就是空幻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大家也看这世间上的事情，不管是疫情什么新闻，来来去去也是毕竟也是空幻的。那大家做好准备就好，也不要恐慌，也不要惊慌。但是呢，功课一定要做。哎，那这个关于说我之前讲的说，如果你是一个容易生病的体质要多念，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。我是希望鼓励大家多多去念，然后也护持我们的官网哦，来护持这整个宗派。我们相信团结了，一定会走过去。你们说对不对？好，来看看同门的留言哇，娟渊冠你好啊，甘风丽看破放下世间的色相。好，日下去，文殊菩萨教阿舍世王远离一切色相，诸无所谓，都是虚幻，三轮体空，实无有哦。好，甘风丽放下世间的色相名利啊，这个但哦，其他是在回向，请佛注释哦。Jong In Jong，请问一下上师，没有坛城可以念吗？可以，你在网络上，
可以去下载这个救瘟疫度母的咒，在你的手机。那你修法的时候，像我昨天在念的时候，我是对着手机来念。好，我是对着这个手机来念。我刚刚在哪里？那个哇，哦，在这里。嘿，我昨天在念救瘟疫咒的时候呢。你网络上搜寻救瘟疫度母，对不对？就有他的照片，你把它下载在手机，对着手机来念就可以了。哦，观想他的，你看他的手有甘露瓶，伸手给你抹顶，甘露瓶流出甘露给你灌顶就可以。救瘟疫度母是不是很漂亮？哦，所以呢，大家都有看到我之前画的，咕噜咕噜，我下一尊要画谁？你们大家猜，好，在家找有个角落念，闪念都可以，驾车念也可以，但是注意开车平安安全。好，陈林真、李边居、Kevin Ong，陈和生、Esther，莲花童子在一品间发出金光闪闪，令小孩看到，告诉了父母刚刚的故事哦。薛亚芳，张素珠，寇丽丽，哎呦，雨欣亮亮，薛鹏你好，陈清美，John Foggy 哦，好，刚刚只是鼻子敏感一下而已啦，那个没有什么，好，雨欣，一开始都是舞，到最后才会有的东西，就要珍惜了。娟渊冠，莲花燕泉，那个我有帮你祈求师尊加持，你是不是槟城的那位师兄？哦，赶快念大救难咒哦！那个救瘟疫度母咒哦，好，供奉力，团结就是力量，互助互爱渡难关，没挂念有，我们已经寄出家里每个的哦。好，水莲还有谁？这个美元莲花，Roaming Joy，今天长春同修会共修有念救瘟疫度母咒哦，请大家发布啊。告诉你们的弘法人员，告诉你们的理事、主席，希望各道场开始同修都要念救瘟疫咒了好，有寄出去也要灌了，对不对？团结就是力量，互相互助，平安，对对。好，那还有谁？Lisa Jane，当年唐山大瘟疫也是历史的记载啊，人生各种经历，世事轮回体验。就跟你讲，哇哟，你可以接收了，然后好感恩，下一尊画就瘟疫度母咒，对，希望我能够画出来哦，好，对对哦，那个燕泉，今天还有明天礼拜五晚上10点都有读书会直播，欢迎你参加哦，师尊有加持你哦。Jalin Easter 啊，陈运双，下一个画就瘟疫度母，对，我希望。也能够把它画出来，画出来，我再贴来给你们看好吗？好，那最后呢，就是尊讲啊，所以你在禅定，你要说我在禅定吗？我是禅定的人吗？我禅定要感应到什么吗？要禅定要念什么法吗？这些全部都要放空，不要去执着，意思就是这样。禅定呢，要无事无心，全部都把它放空了。好，所以呢，师尊讲，我看这娑婆世界也是虚幻的，幻人、幻物、幻我，自己也是虚幻，对方也是虚幻，自我也是虚幻，无声如虚空，故了之。无量十方俱胝那由他的佛陀涅槃，证得无上菩提，都是如此说的。如来能够证得开悟，都是了解毕竟空无所得，毕竟无声。无生法忍而证得的，这是本尊法的口诀，所以是不可思议、无可比拟、不可言说。本来无我，故随应所成，本来就是没有的、空幻的，那我是讲表面的意思，希望大家去体会，希望大家去细细的体会这个书。如果有讲错的话，敬请包涵，以师尊的开示为主了，因为这个是讲到第一义谛了。非常的深奥，我只能表面上的解释了。Esther 三摩地口诀：无禅定的人，无禅定，无禅定的对象。好，谢谢哦。还有艺兴，你好，情人节啊，今天情人节吗？今天是几号呢？今天2月13。
现在是2月13呢，哦，2月14才情人节，快要到了嘿，大家都是情人，已经同修是这样子了，是觉得大家牺牲一下戴口罩，哎，那个戴口罩比较闷啊，希望如果现在有同修的话，也是戴口罩啊、哦。好，那啊，娟娟，这个全燕还是燕全，你好，哎，好，艺兴，哎，啊，那哇，今天人数很多，谢谢大家的护持哦。以心禅定一定要什么样的神通？那是还是把咒念好比较好。好，时间又到了，剩10分钟。节目最后，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一起来唱《南无阿弥陀佛》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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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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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读书会。我们正摩天宫新闻台宣布，大家一起要念救瘟疫度母的咒。你所有发愿的功课啊，在星期天12点之前把它登记完，会把大家的名单齐请根本传人加持。你已经在官网登记的也可以，但是呢，功课不要跟我们的功课重复，因为最后我们所有的功课也会交给官网，这样子才不会重复。那你自己要在官网登记也可以，要参加我们正摩天空新闻台的共同回向也可以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，呼吁各道场同修都要念大救难，救瘟疫度母的咒。哦，希望回向这次的疫情赶快化解，回向你们全家平安吉祥。今天呢，介绍两篇文章，关于莲花童子净身三现呢，中美洲的弟子想要请师尊的净身，一直请不到，后来他们全家走到一品店啊，看他们的小孩子看到了莲花童子放光3度。而找到了莲花童子今生的故事，还有这个解脱道口诀，讲到了阿舍世王拿了珍贵的布要来供养文殊师利菩萨，结果不见了，供养诸尊所有的人连供养自己都不见了，而体悟到根本没有人，没有供养的人，没有供养的东西，没有供养的对象，三轮体空。那我们禅定也一样修禅，没有这个修的人，没有修的对象，没有修的环境，进入到真正的空境，但是不是完空，而能够入禅定，这个故事希望大家仔细再看这个文章，希望呢这个如果我有讲错的或者脱漏的，以师尊的开示为主，希望大家都拥有这本书。好，谢谢师尊，我们给师尊救命，爱斯德鲁亚比布灵布灵。明天星期五，晚上10点，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，我们空中再会，拜拜。欢迎给我们按赞转。